然后两根稍微点一下，这个不能太松，这个松这个松太松了，它那个胶带头碰到那个打火机的条子，都是硬的。啊？太松了，你看，看这里啊，都是硬的了。哦。那怎么会这个情况？松松的，它里面刷刷刷刷的。把梳子拿掉吧。